嗨，大家好，我是 Logan Lee 柳乐，来自马来西亚的 CG 艺术家，目前在 BaseFX 吉隆坡担任 3D 模型师。在本套教程中，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从想法、构思开始到创建一个完整的 CG 场景镜头动画，其中包括了基础美术知识、概念设计、3D 建模、ZBrush 雕塑、材质贴图、快速人物绑定、灯光渲染分层、2D Panover 到相机投影，而且还会分享 New 和 After Effects 两套合成软件的使用技巧。这作品会是以 CG 场景为主，但我们还是会运用其他领域的基础知识，来让作品的画面更加完整，更加有代入感，甚至更突出。我除了会分享我的制作技巧以外，更重要的是我还会在制作过程中讲解其中的原理、思维，还有一些学习心得等等，好让大家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更不一样的视角去理解到底什么是 CG。 我的出发点是想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被任何的规则给框架着自己，要懂得善用其他的资源及软件来创建一个好看的 CG 作品。除此之外，你还会获得本套教程中的 3D 模型资产，同时间我也会提供 Photoshop 和 New 的工程文件，好让大家方便学习和研究。我相信透过这个教程，你将会对 CG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可以立即把学到的所有知识与技巧运用到各种作品上。非常荣幸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易虎网合作。本套教程是为 WinFox 易虎网独家制作的，是唯一的授权平台，也希望能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交个朋友，一起学习成为更好的艺术家吧。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们课程见。